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就是这个啦，健达勤求奇趣蛋。好了，以前叫健达出奇蛋，现在改叫健达奇趣蛋。其实当时他改叫健达奇趣蛋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因为我蛮习惯出奇蛋这个名字的。最近呢，就是心血来潮跑去看，才发现说原来还分为男生版、男孩版跟女孩版。其实我觉得蛮不能理解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充满惊喜嘛，对不对？打开来之后，不知道拿到的是比较适合哪个性别的玩具才是有趣的啊。嗯，没关系，不重要，反正他现在这样设定了嘛。OK，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在 Seven 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产品，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意大利宰尼惊奇蛋，蛮神秘的啊。然后啊，他那个附的那个玩具啊，看起来跟盗版很像，就是做的蛮不细致的。他那个不细致度看起来很像盗版。总而言总而之呢，就是觉得很有趣，所以就把它买来了。什么？你问我说我不在减肥，这个可以不用留给我吃啊，我可以拿给别人吃啊。好，接下来就是把它打开看看，看里面到底状况怎么样，然后跟我们的初奇趣蛋这个比较。首先呢，从侧面把它打开来，从这边好了，这边看起来对不对？比较不影响了，把它打开来。那个蛋状的东西，那接下来就是看到跟我们奇趣蛋差在哪里？看起来它应该是全蛋吧？全蛋不对，看起来它应该是跟以前的初奇蛋差不多吧？一个茶叶蛋的概念。好，接下来打开我们奇趣蛋，很久没开了呢。哦，它现在是变成这样子哦，半颗蛋，然后半边玩具，是不错啦，但总觉得有点可惜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样子啊。嗯，算了，不重要，无所谓。好的，重点是它，事不宜迟，我们赶快打开看看。它破了，没有开得很漂亮。嗯，看起来就跟以前的初奇蛋一摸摸一样样，然后呢，那巧克力还粘在它那个玩具的膜上面呢，真糟糕呢。啊，巧克力整个粘在上面哎，哇，太夸张了！外面的这一圈啊，看起来是封的蛮好的啦，跟那个以前的初奇蛋比起来，感觉应该是比较好开的那种。现在要把它打开来。它里面附了一个全造型，然后还有一个塑胶玩具，看起来假假的，很像盗版。嗯，声音倒是就是一般的塑胶玩具，怎么样？看起来很不真实的米奇。哎，有没有？有点不适应啦，不过没关系啦，勉勉强强可以啦。这神奇的产品，你就站这里好了。哎，别跌倒啊，站起来，混啊！奇趣蛋呢？两边这边应该是玩具啦，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应该是吃巧克力的汤匙。要抽到什么？按小汽车哎、欸，什么小汽车？静态塑胶玩具哦，还写简字呢，以后不买了。这样的车，它有办法那种吗？它不是那种，它是要自己滑的。哎，轮胎还 K K 的，很好很好，还会甩尾。嗯，不错不错不错。啊，轻松就把米奇给撞倒了。你呀、啊，我觉得你要再加油。他们说应该是差不多到这边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还蛮好奇那个什么宰尼惊奇蛋里面的剩下两个是什么，除了米奇之外是什么的角色？一起来看看啊！把巧克力我就密封起来，弄得好像我在变魔术一样。第三颗，我看到黄色胶，我看到黄色胶，不祥的预感。看这个不是黄色的角，这个比较好一点。先开这个，哦哦，黑黑鬼，不知道什么东西哦，疑心深暗鬼，黑黑的。迪士尼的角色呢，我理解不多，所以好啦，有不一样至少是好的。但是呢，以用色来看，跟你造型来看，我怎么觉得这家伙大概是成本最低的一个了。身高也没，身高跟米奇应该竟然是没有米奇高。最害怕就是这个了，有没有看到黄角胶？除了米奇之外，就只有米奇啦、啊！气死！哎呀，真的呢！哎，给个不一样的会死哦！三只里面啊，不一样动作啦！
好险好险，猪蛇无共啦，哎呀，这一盒彩逆金奇蛋，Seven 卖一盒129。奇趣蛋获胜，加奖。